大飛嗰天啦，充斥住二十大，其實講二十大都講到好悶。習近平已經確定連任噶，毫無怨念。咁睇下開完業十大之後嘅一中全會嘅人事佈局，即係二十大其實並未能決定邊一個先至係總理，各樣嘢要等下一個會議先知道。所以我哋只能夠耐心等待。但係與此同時，喺國安法底下，香港的記憶三十周年，雖然陳朗星星哥不在香港，而在英國，但是他們出版了三十年的言論自由年報今年被消失了。在上個星期五10月14日發布由一群獨立記者自己撰寫的香港言論自由報告，題為無法封嘴的故事，記下表達了自由日漸消亡中的最新發展。這份報告提及就是記協第三十份的言論自由年報，但北京為香港訂立的港區國安法威脅下，可以想見得現在是沒辦法可以出版到的，所以由國際記協聯提供平台發布。他們認為報告沒辦法在香港境內發表，其諷刺的是沒有人能夠視而不見。這份報告有五個章節，包括恐懼成真、港區國安法掏空了香港的新聞自由、疑似新聞媒體冒起，跟住但是就前景未明、法庭裁定的國安法打敗了言論自由和公共廣播的消亡。內容提及在報告涵蓋的時期內，起碼有12間傳媒機構直接或者間接因港區國安法的實施而結束經營，包括的當然立場、蘋果、加山、眾新聞、全增社，這些在香港史無前例的，未試過有，而有10名的新聞工作者同埋4間嘅機構因從事新聞工作被當局根據國安法刑事罪行條例煽動罪加以起訴，一舉重創咗香港嘅新聞自由。呢個亦都令到香港嘅媒體開始面臨多元化嘅新分水嶺，有新聞媒體重整旗鼓，在台灣、新加坡、加拿大或者英國各地提供網上的新聞。但是這份報告說明離開了香港的新聞自由度是沒有辦法的，亦都會遇上困難，因為沒有辦法在現場採訪而失去了即時的反應。後來香港出現了很多以評論和分析時事為主的小型新聞媒體，其中好多媒體人是來自被迫停業的傳媒。不過對於這種模式是不是行得通，報告仍然說這個是未知之數，只不過有大量的人在做，但是也都要知道你做很多時候你的傳播率就靠 Facebook、 靠社交平台、靠 YouTube， 會不會因為大數據的演變令到他們消亡都未知道。但是在獨立媒體遭到鎮壓的時候，香港普通民眾亦受到極之惡劣的對待。譬如有人因為分發傳單、高呼口號就被裁定觸犯國安法這個罪行，而法官裁決表明僅僅表達意見亦可被視為犯罪。所以證明到法律腐化為鎮壓的工具，將國家安全重新定義為執政黨至上，並將重要的人權臣服在保護政權這個單一目標。最後國際機聯促請港府立法賦權市民得以自由獲取資訊，促請政府和社會領袖和聯合國人權事務委員會聯手，要求港府廢除港區國安法和刑事罪行條例中的煽動罪。事實上香港記者
協會在1994年開始，每一年都會出品香港言論和新聞自由的報告，直到今年沒辦法再出的了。而上年那份第29年的年報就以破碎的自由為題，今年是最壞的一年，因為今年的題目就是言論自由年報被消失。這個就是現在我們見到我們真確性地看到的事。有時看到這樣，但我們都見到有些希望，好像網台一樣。昨天跟龍哥聊天的時候，應該前天跟龍哥聊天都說，甚至昨晚跟Wing哥在他那裡聊天都是一樣，你不扎根在香港，好像新聞自由那樣，你要報道新聞，你要靠網上的東西去找資料，你就會慢。有時候你沒辦法在現場那裡即時訪問，即使你說這些傳媒在外國重生都隔了一重，但是見到好像法庭先，好像立場蘋果眾新聞，很多人重新出發靠網媒去做，譬如獨立媒體 Channel C 追新聞，一大堆一大堆都仲喺度繼續堅持，好似關鍵評論網，有啲獨立嘅，好似梁麗嘉、陳國明，佢哋都盡量做，盡有限嘅人手，將整個傳媒變咗人人係記者呢種方法去記錄香港嘅新聞，記錄香港發生緊咩事。但係個問題就係，有多少香港人去關顧這一班人？我相信我是算是一個少數，但是香港人應該記得新聞自由、言論自由是應該由自己做起的。當你們都放棄了的時候，這樣新聞自由必然沒落。希望在這裡多些支持以上或者更加多更加多有些或者我不知道的媒體，令到他們可以得以生存，他們為我們香港新聞自由寫下重要的一筆，而他們也都冒著最大的危險繼續發布新聞。拜拜。